等了你半天了。阿姨，您来了。啊，我找你有事儿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儿子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就怕你不知道，我特意来告诉你一声。阿姨，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。哎呀，误会什么误会呀？我都60多岁的人了，是吧？我吃盐比你吃粮都多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儿子呢特别的抠门，你要想跟他呀，什么实惠也得不着，那外遇啊就免了吧。阿姨，您别外遇，外遇的多难听啊！再说了，有您在，我看你儿子别说是外遇了，我估计连内遇他也是不敢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是说你肯定是误会了。我们最近公司的业务特别多，所以我们的接触比较频繁。您就放心吧，你儿子是绝对安全的。再说，我也是有男朋友的。你要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叫过来。你就别啰嗦了，反正我跟你说了，我儿子已经结婚了，你就别再骚扰他了。病多长时间了？一个多星期了。他还挺倔呢，一开始不肯吃药，吐到没办法了才吃的，也不肯去医院。他吃东西了吗？早上我给他买了碗香辣面，他嫌太辣了就没吃。嗯，谢谢你啊。你这情况得去医院打点点滴。他是怎么都不肯去医院的？你是自己起啊，还是让我抱你啊？医院啊，也没什么好吃的，江远啊，打完针带你出去吃好吃的去。你今天不上班吗？我伺候病号啊，请假了。再喝点。相亲，死丫头啊！你爱嫁不嫁，谁管你呀？不相亲，小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？别憋在心里。我就是觉得特没劲，烦死这个人了，这辈子都不想结婚。分手了。嗨，分就分了，别那么伤心。要觉得实在难受啊，就找点事儿做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，就没那么难过了。
去了啊！哎，等会儿，小包，泡菜你拿了吗？我妈不爱吃泡菜，给她带汤就行了。你这么长时间没回去了，还是拿点吧啊！哎呀，我妈那人嘴特刁，她什么都得吃新鲜的，隔夜的东西她都不吃。嗯，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那去吧。嗯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巷子里卖杂志的说，我妈三天前提着一捆旧杂志出去了，就没看见她回来。你帮我找找吧。哦，行，那我去一趟。好。哎，你看，很不巧，刚坐这儿我就有事儿，我不能陪你吃饭了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先吃一会儿补课呢，没事儿，不急，等小高他们回来再说吧。哎，哎，回来了吧？回来了吗？啊，哎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找着没有？啊，就报了警了，你留了电话了吧？有消息会通知我们的啊。你就别着急了，吃个饭，然后那个有照片吧？啊，我拿给我队里那些朋友。让他们开车到处找找。啊，对对啊，对，我再到处贴贴什么寻人启事那个广告什么的，是吧？对，到处发一发。谢谢啊。那大家吃饭吧。啊，吃饭吃饭，吃饭，来来，先吃饭吧。赶快躺下吧。烧基本已经退了，慢慢就好了。你得多休息，知道吗？你要走啊？你再陪我会儿呗。还陪你？这都几点了？你现在啊，得好好睡觉，不能再聊天了。我这纸巾还有那热水都给你放在那儿，你那一伸手就能拿着。闭眼睛。下班了，啊，吃了吗？中午饭还没吃呢。哎呀，那正好，饭做多了，帮我吃点。哎，饿死我了！哇，这么多菜啊！
啊。等我一下啊。哟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这干嘛呀？ Happy birthday. 你过生日啊？你这人可真逗。不是你过生日吗？我过，我上月早就过过了。啊？过过了？哦，明白了。你以为今天是我生日，所以才做了这么多菜，对吧？嗨，还是搞混了，这白给你买这么大一蛋糕，算了，当主食吃吧。这蛋糕买的也太难看了。多好呀、啊，水果的，这容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鱼，这排骨，都涨价了，可贵了。哎，是啊，现在什么都涨了，就是工资不涨。但是，就这样，我要坚强的活下去，因为墓地也涨了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吃。对了，我得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是喜欢上我了吗？我说，咱能别这么直白吗？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？我怎么配不上你啊？虽然我没有什么正经职业，可是我人好，心好，手也巧。再说了，我长得又挺性格的，怎么我就配不上你了？你连个正经职业都没有，你就敢说你配得上我呀？庸俗，看着没有啊？哪顿饭我不是挤塞一趟呢？没正经职业不代表我没有收入。你才庸俗呢，就这挤塞一趟就把你乐成这样。那贩毒的也没有正经职业，比你赚的可多多了。你怎么拿我跟他们比呀、啊？那活让我去干，我也没胆儿啊。我是作家，您一个月能赚多少银子呀？更俗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作家不是论月挣钱，是论篇儿，论本儿。一篇文章，一本书，挣多少钱？明白吗？行，那您那一篇一本儿，一月能挣多少银子呀？哎呀，怎么又扯到这是更庸俗的话题上去了？我跟你说了吧，打从你庸俗的请我共进晚餐开始，咱俩就一往无前的奔庸俗去了。咱俩之间的差距呢？就像那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，但是谁是阳春，谁是下里，你心里应该有谱吧？哼，吃饭吧，多吃点啊，别客气。吃了药啊。橙子，小高呢？啊，他让咱们等等他，咱们先吃吧。你不，那你怎么不劝他回来呀、啊？他心情不好，让他散散心也好啊。你说这警察也是，都上